吃甜点的同时间呢，哈，我会陪我妈玩游戏，有些时候呢是玩斗地主。55岁嘅张伟健系圈中出名嘅孝顺仔，自新冠肺炎疫情喺旧年爆发，佢就决定暂时同太太分隔两地，即刻翻香港照顾81岁嘅妈妈。日前佢就分享咗自己嘅日常生活，原来每晚8:30系佢嘅甜品时间，佢亦都会抽时间同妈妈玩游戏。更加搞笑咁话，妈妈经常分唔清游戏规矩，所以佢系妈妈斗地主嘅师傅啊。